交代。没错哦，交代你去，自己去好嘛。阿叔，你顾全场哦。这啥物叫人才啊？来红包啊！来，阿叔有五百块。这奶黄包等下吹吹就做好起来。那要吃奶黄包的人客，唔免五百，三百我了，收你五百块啊！不要紧，正常，正常，正常。奶黄包做咩吃三百？这一包十粒，我吹好一粒十五块，十粒吹好百块，这机密就会太浪，机密上面。啊，解包呢？啊，百五加百五啊！这二十粒的奶黄包唔免三百，这刚吹着飞着飞，楼底拢聊哦。两包你二十粒，先给钱的先赢，百五了，买一包送一包百五。百五做咩吃啊？奶黄包，百五三要吃啊？阿舅，百五三要吃啊？有人知道这啥物无？这条我的老客户十个买着，九个拢不当的。我伫嘉义自助餐，啊，自助餐去吃着的，我专工叫来的。我伫自助餐吃啊济，我毋捌伫食过遮好食的，食你试食看看。一条这大条，外口自助餐一条切到怎，食到怎，一定要百三块，你才行得出。百三加百三偌济？了了。我讲这条会食偌好食，我讲白差。你无食过，你也知偌好食。只要我揢两条，你去蒸看嘛，一家食了，我保证你条的。一百了啊！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啦！我你送一个一百块，一百块三百只，一条百三两条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三百只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，一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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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哎，莫安边，莫安边，无去搞嘞，无去搞嘞，安那安那安那无意义啊，安那无意义啊，哎呀，来一百上面啊，这下子一百上面钱啊，来五百，来这下子包去。这猴头菇要怎么卖？我没有。一百那么嘛啊，哎，最后一个真正无啊嘞，哎，够味，够味，够味。我那剩三条，老板。我要真正剩三条，来着。最后一个一包买买也无啊，遐用完好啦，吓，安尼金都无啊，遐下当做感觉。一包拢歪啊，上第一个咱买这，应该是这个啦，这两条你无同我，同我直接一千块。后摆都卖到留迄两条，我剩迄两条我嘛痛苦加艰苦，啊留迄两条我再搁看一摆现象，搁卖一百块卖好个，规支五十块卖好伊好啊，好啊。你要吃啥？你要吃鱼啊？哟，墨鱼啊！你顶礼拜敢有买着？三百块了。来两碗汤。六百清汤。这墨鱼啊，来啊！大，你敢有要加一碗冰？好啊。这墨鱼同个你用炒的，味素甲盐拢袂当搞难哦。味素甲盐拢袂当难哦。啊，做六百。哎，对，十四包。菜头贵一点，看来我是要来等我一下。你敢买买我的菜刀贵？没有啊。多少钱哦？起码八十条了。来，过来买点啥物？过来给恁买啊，菜刀贵哦。来，菜刀贵买只百五落啊，一百五。阿杰。百五好收钱。菜刀贵买只一百五落。来两个。收钱了，百五。哎，还佫一个阿叔，我叫你豆豆收我去。哦，阮舅，阮阿兄咧摸去。来，几个？两个尔。两万。一个二啊。来，百五块要食菜刀粿无？要。来好，我再过来给菜刀粿上。你收到袂？帮我收者。百五了，阿伯查。百五了。百五。手对手叫六家啊。来，我来等你，我就无白看。百五拢有啊。来，好，不是。谢谢大哥啊，赚些钱啊，谢谢啊，谢。来，来，要来买个啥物？两百，行。两百。哎，小心，小心。啊，这话恁介绍一尾鱼啊，恁紧抢抢重要无？拢无啊，好无？两百，行。我这拢无卖过物件，我先卖一个，好无？这从头到尾拢我卖卖，我先卖卖。来，恁敢有无食牛肉的无？无食牛肉，你千万唔好买这哦。这是牛肉火锅，这内底半斤半肉，这真正煮出三啊白的哦。这顿拢免煮，火甲我滚下就好啊！这拢免煮熟个啊，三白加三白偌济？请啦！两个人客食牛肉火锅，三个人客全部拢无啊！
四个，这两架七百六百面啊，四个人给送新给一名，两百六啦，你送一个啊，两百块啊，再搁一个啊，安尼无啊，哪有提款？四个啊，你是处理你平时的，还是来帮我处理？麻烦你了，谢谢，好谢了，好好好，好，谢谢啊。无啊，你啥物？我想讲伊是因为提牌某啊是，开除我随个，我先看一下因为提牌要来我开除。这只是深海啊，什么花枪啊，拢无饲的哦。一支饲拢无，你绝对无在通饲出来。松阳包打点枇杷汁来好食，枇杷包幼米。啊！咩食人特别深海吧？哎。沙发好玩了。吃。啥物食深海啊，什么花枪？拢无饲的，一包汁了幼米米啊，只枇杷汁来好食。沙发上面去了。好，拜拜。谢谢阿姐，感谢你支持啊，阿姐。哦，这样是真是真，真感谢你。沙发上面吃青麦鸭，现在我酒都没吃的。沙发要吃哦，沙发锅，不要搞。沙发上面吃野生花肠，都没吃哦。是谁啊，美女？这都没有吃，真的很好吃，这肚子很嫩啊。这个少的，这个我的，这个我的，这个我的，最后个一个。啊，超级人哦！谢谢他的锅，这个少的，这个少的，这个少的沙发，我走了。最后一个贝仔上面来锅。贝仔你卖无？无要卖啊？贝仔卖来无？一箱。来贝仔无啊？贝仔无。爹莫云莫什么差强啊？现场无食猪肉，请你先离开。到现场无食猪肉，你若无食猪肉，这条你千万卖买哦。第二路阿叫啦，这条是三层卖迄个咸猪肉，唔管要煎，唔管要炒，炒酸啊，用香的拢会当。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。我唔免五百、四百，先给几千名，三百了。接起来啦，三百怎么吃？阿来啊！我来去保卫了。小哥，你一个人给三百块，别再煎了，三百了。咸猪肉，三百块怎么吃？三百。百五吃看卖啦，我咸猪肉真正好吃啦，卖啊侪年啊，百五要试吃无？今天有人要吃雞嗎？昨天台南，英國不知道誰，五六個人家來，一直跟我說要吃雞，要吃雞，你們沒有吃。明天炸三箱雞，我半夜中要吃雞。我今天炸三箱雞，你有人要吃雞嗎？昨天我就去英國看魚，就一直一波在那看，那個說要雞，那個說要雞，我昨天都沒有炸。我昨天跟他們說，昨天這麼多，你叫我半夜炸兩三箱，五六個人家，沒半夜。阿伯，你要吃什麼給我說？好，大哥。啥物无买，拢无要紧。即支你甲买等看卖，因为牛仔粮五谷鸡腿，拢无骨头的，三百五百面啊，来两百块了，两百块。啊，靠遐一个人家讲迄落啦，可以负担了嘛？其他只无，两百三要吃，因为鸡腿三支四支，来五支哦。嘿，拢无贵的，来先给钱去三支先。阿四，嘿，两百块了。两百，来。一支两百，两支两百，三支，所以你收钱好啊，是。来好啦，来一个，今日第四个，到底多少？斤两，来三四，五斤两，来三两百嘞，两百好嘞。斤两，给我做三四，来五啦，来，多几个？多几个？十个，两百拢有啊吗？有啊哈。啊，大哥，啷个啊？一支两百，两支两百，三四来五，七六三。够人要买一百块，吃看卖哦，无啊，两个人加买一百，来一个你啊一个。来边啊？一百块，一百个要吃看卖哦，无啊。好对啊。好，你买百五无？直接拢我你百五无？一百。百五。再招一个。嗯。百五拢我接，差不多这边上。百五好了。你讲啥话？阿叔，有工厂旺者，有工厂旺要吃两百楼啊，两百。你下招牌你看者，伊这内底有豆腐、鸭尾、搁大肠，这大肠我甲伊弄过，有够 Q 够香。你甲咱用我手搞配，无你食较扁。一只鸡仔配两只五啊，六块啊，三个楼啊，两百楼。来，上面吃有工厂旺两百块，这只鸡仔好食啊，你甲咱配红肉食较鹅肉。来滴啊！最后一个两百块，后尾人要来一百楼啦，没有了。来一百好食。一百块。一百两个呀。无啊。再来你炒。来吃。烧烧了了。
小风风很早就抢了。不照啊，不照，然后其中的第一个每段一个，他的蟹味棒通常给到我边。啊，多少你买两包的嘛？八包。你讲要吃啥？你讲要买两包的，要啥我讲的？你晚上吃烧烤。干了要吃蟹味棒，这退冰来当吃啊。黄鱼我爱买，唔免五百三百了，一百块上面，一百块。三百块上面吃啊，蟹味棒。300块了，退冰吃吃了，300。来啊来啊，我一百块上面啊，来，一百块你300块了，来300块上面吃蟹味棒，退冰吃吃了，三百，150了啦，150了，150啊，150啊，试吃看卖150啊。有。150啊，你退冰就当吃啊，现在热要死，你莫吃这，好啦。这烟熏毛，哎，好要爆，爆毛够厉害不？你别上面一样搞动画了呗，来我来的，来只要不要弄，第二杯买爆，那我试呗，你别上，来，金龙三十五啦，上面起来，中气，好不好？我爆了。中波五百块，唔免我啊，中期五百了。来者。包括，甲分分啊，坐落我坐无运动，好好休息，五百了。咖啡。送我个超级毛巾，这样我袂臭。我做你是要试看我有法停过无？我发现是真好个，三十几干杯。